巴西莲花取经问的最尊贵的根本上师佛安，巴西的弟子们有以下问题想请示师佛：一、香炉里面的残余的香棒，不可以每天清理吗？感谢师佛为弟子们解答疑惑，感恩莲花起经顶礼跪拜。好了，巴西问的，香炉里的残余的香棒，不可以每天清理吗？可以，可以每天清理。啊，师尊是每天清理，每天清理，是可以每天清理的，不能说有什么规定说那个香已经染过了，那个香枝啊，那些香枝啊，应该可以拿起来，把它弄干净。